拥有19间分店的连锁扒房 Outback Steakhouse 宣布将会终止营运在香港的其中9间分店，8月4号是最后一日营业，剩下10间分店会继续营运。公司就说这个是经审慎考虑市场现况、营运成本和策略方向之后得出的结果，预计约300名员工将会受到影响，